嗨，大家好，台南战所2022线上社员大会，这次一样也是用线上的方式，由我们台南战所地区运委员会全力制作影片，带大家进战所咯。会先看到左边有一个布告栏，在这上面会有生产者周报，或者是合作社一些相关资讯布达，或者是我们战所本身的课程活动都会在这里。然后我们的网袋是可以回收的，它奔颜色放，我打开让大家看哦，看看有人颜色没有放好，我蛮常打开的时候发现大家颜色都混在一起，这一点真的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油。这个是配会有一些影片的播放，然后在我们的冷冻库的这些产品当中啊，都会看到有一些产品会有食谱的 QR code。对，大家可以看说怎么做怎么料理。在这一个特别跟大家讲我们的农产品的自主管理分级啊，比如说它是有没有用药，或者是说它是完全无用药，没有要大家背，但是你抬头往上看你就会看到这些标识，所以你可以跟着这些标识去做选择。再来，台南战所伙伴现身哦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合作社，因为合作社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地方，有爱有爱，像我一样。我知道大家想看 NG 片段，我不被有你讲上久呢，你较紧嘞。开始。希望在未来的10年，我还可以继续在合作社跟大家做朋友。进来是做方案，但是因为我发现合作社跟一般盈利型的不太一样，合作社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地方，然后它也不是盈利为主，所以我觉得。久了都很像朋友一样，所以进来的时候几乎名字啊我都记得起来，然后大部分的需要他们的需要我也都清楚，因为常常见面，就很像你家人喜欢吃什么你都会知道。然后对社员说的话，其实我数课姐快一点快一点，要一分钟了。其实合作社在拍影片的时候都接受大家的威胁，还要脱口罩哦，你看，然后还要补妆哦。其实我在这一天进战所帮大家拍这个影片的时候，真的非常的欢乐。我就对了，我是曼妮。那我也希望能够继续待下去，因为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哈。这段时间哈，因为很多社员都常常说买不到什么东西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口气上面就会对社员会比较对我们账户比较严格一点。那我们账户就只能概括承受。的时候就会有其他社员跳出来安慰我们，然后给我们加油鼓励。我觉得这群替我们加油鼓励的社员，我非常想跟他们说声谢谢。我们台南站的站务伙伴们都很可爱吧？工作内容。刚才婷宜讲到一半的时候，海报掉下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宜，在这边年资已经将近1年了，想在合作社工作的。希望刚刚都有搞笑版，现在严肃正式版来咯。冬天有3年在南昌出国主持，感谢各位的合伙人的舞台，
来了，淑芝姐来了。我们台南站所的伙伴们很可爱吧，录这个画面的时候真的是欢笑声不断，然后我都一直被威胁要帮我修片哦，要帮我剪掉哦，真的我们台南站所就像是一家人。接着看到这个是我们四月的时候带大家做梅酒梅醋还有梅子糖浆，每一年这个时间到啊，梅子季节都会带大家做，但是去年因为COVID-19 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有上今年有。然后你会看到我会很鼓励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做，因为当孩子参与妈妈的活动的时候，才能够从他的日常生活中带给他比较完整的食农教育。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上到一堂课，今年的话就是因为下半年度疫情又再起，所以我们就只有上到梅子课，然后跟曼妮我带的这一堂针对乌鱼牌上的课，这堂课大家也是上得很开心，因为真的是很久没有上课了，几乎都是线上课比较多。那还好那次有上到这个，大家来上课也都学到蛮多的，看拍照的时候就是要这样拍，所以每个人都问说为什么曼妮你拍的照片那么漂亮，我都是用生命在拍照的。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，这是我们生产者面对面博雅哉这一场也很精彩。在这一场博雅哉生产者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了很多茶的知识，然后泡茶的尝试，然后跟我们也知道说，以后到鹿野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博雅哉找主人哦。然后再来跟大家布达一件事情，就是最近在做的北昌空间优化增资计划，这个在我们的合作社的官网上面都有，也希望社员朋友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。那接下来还有最近在做的中长期的架构理念，因为合作社把所有的蓝图，所有大家想要做的事情分区，然后分社收集意见拟定计划，我们合作社希望可以永续经营，当然也需要社员们大家一起的支持。好咯，这是台南站所2022线上社员大会，我们中秋预购见咯，拜拜。